好，刚刚一路从下面这样哦，高落差的爬上来到这里，反正一路都是那种原始森林。到这里哦，鱼就比较多了。可是哦，没有时间爬，因为我东西都放在下面，所以大概先钓一下而已。鱼不大啦，可是小苦花还蛮多的。
啊，刚刚从下面这样一路爬爬爬上来，然后也到上面去下了，上面好像都不错哦，可是因为我东西放在很下面，所以我不方便走太远，然后如果来这边的话应该是要结伴同行比较好，不然的话这边很原始哦，万一发生什么事啊，真的是被烤不把晒，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跟我一样一个人跑来这边钓，有一点危险。好了，那先这样了。
刚抓了一点虾子，虾子还好啦，因为这个地方不大好抓，所以还好，不会说很多啦。那鱼都小小只的啦，所以钓半天而已，就没什么想要钓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就收一收了。今天早一点收好了，好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这边哦都没有人来嘛，所以说他那个每一捆哦上面都蜘蛛网，看得到吗？都是蜘蛛网，所以哦等于说鱼是有啦，可是哦它都是蜘蛛网。丢下去就是缠到蜘蛛网，就是一定要先缠蜘蛛网，缠到一两次，然后那里才可以钓啊。这一样，每库都变成这样，所以钓大概钓半天就不想钓了。那整个线组都是上面都蜘蛛网，也弄也不好用。这边算。很好，蛮原始的，而且都没有人来。最重要是这边一整天都没有小黑蚊，超舒服的，在这边睡一觉都可以。夏天来这边一定很棒。今天有走上去哦，走
走到好像两个坝，上面还有两条溪汇流，上面还有一个分叉。越上面的话鱼越多，不过来的话要结伴同行比较好，不然这边哦手机什么都没有讯号，然后也不会有人来。好，要注意安全啦。好，今天钓几只而已。大部分都苦瓜。好了，带上防水壳了。哇哇哇哇！